你啊，不一定要站在 C 位，但要是最吸引人的那一位。那要当最吸引人的礼宾亲善大使，要这样吗？No， 你不用这里痛那里痛，你只要抓对两个痛。微笑棒放到我们的牙齿中间来，来，请放的笑肌呢？这一个呢，是我们微笑施力的一个重点。在咬那个牙签棍的时候，就是口水很容易流下来，而且还要很优雅的吸回去。书本置于头顶上来，顶书真的是。因为你失误很明显，然后就蹦，哎、欸，头上的书不见了。这条线是直的，像很多人站姿啊不好看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腰杆全部给我打直。严师出高徒，名模姚彩颖亲自出马指导，24位大学生抢进了2020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总决赛，神采奕奕也星光熠熠。有小林依晨、小陈绮贞，有人跟曾凯旋撞了脸，还有神似台语歌手许富凯。他们将在8月22号对决，不只看颜值，还要看谁挺得最直，才能最好看也最看好。